是王宇杰，我们一次来到 Ella More 呢，当然是做了指甲，还有一个美美的睫毛。我觉得这个是叫山茶花，然后每次见完之后就觉得眼睛特别的好看，就不化妆也可以显得很有气色。那当然还有就是指甲，今天是淡紫色，而且是跳色的，然后还蛮美丽，而且显得皮肤特别白，也很有气质。